武侠剧中武学奇才的六大高手战力排名 Top 6令狐冲。独孤九剑，一枪一枪，所谓无招胜有招，不破绽即是破绽，破绽是Top 丁鹏。小楼一夜听春雨，Top 4赵正。Top 3江玉燕。我杀的第一个人是我姐姐，第二个人是我爹，之后我废了素英，我要杀了莲心跟妖玉，我什么都做得出来。但是我对你的心是始终如一的。Top 二，怀灭。既然你这么想找死，我就成全你。大批不惊云。这是剑疤。正是，这就是圣灵剑法剑疤。Huh?
你逃不掉的。